遭小王性侵被安置，岳母诓前夫去夏令营。毁了一个家不够，竟毁了妹妹一生，我不认这个妈，我恨她。新北市20岁女子悲痛地说出对妈妈的恨。她妈妈姓袁，44岁，育有2女1男，却在外劈腿，为此离婚，毁了和乐的家。之后带11岁小女儿搬去与外遇小王同住，小女儿本月初遭小王性侵，又毁了小女儿。事后小王遭羁押，小女儿由社会局安置，妈妈没出去，竟又跑回前夫家想续缘，还谎称小女儿去参加夏令营。他是说妹妹玩三天就回来，那5月十一号妹妹还是没有回来，那我们就报警。备案的过程，妈妈一直维护许姓男生，他说许姓男生是因为被鬼附身才会性侵妹妹，那他不是有意的，很夸张，这是一辈子的伤害。你们现在状况还好吗？妹妹现在有过度的惊慌，那现在是不愿意见任何人。全民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无家暴要给糖果，请采用少年先觉影片2000元，这些年只做慈善机构，五高料我捐款。